请收看《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所以咱拜祖先的重要性啊，各位，咱过去唔知啊，吼、哦，唔知想啊，祖先安尼就好啊，啊，想要做佛祖，你到波比咱做生意，我告诉各位，佛祖是叫你卖做生意，吼、哦，因为你钱收这些事啊，吼、哦，你要钱白去，白去了你就收无兴啊，吼、哦，那么做佛祖把钱财的代志，拨予咱的祖先去管理，你知无？家来神。你拜家中的家来神，咱厝内底的神是啥人来接呢？咱的历代祖先修上好的这个呢，来做呢，来接咱兜呢。那像咱啊，李仁是李班长，伊妈妈修遐好的时啊，迄只伊妈妈不管是嘛伫厝或者菩萨，诶，伫迄个菩萨位啊，好咱家己做那底拜呢。啊，那么已经修成佛啦，修成道啊，啊，伊就免啦，啊，伊就较无紧啦。即祖先要得红白，即祖先啊，要袂开悟，即越需要即化解门熏啦。祖先啊，因接的为种红的种红的吼，因为地球会转嘛，一转过去呢，哈、啊，一分钟呢，哈、啊，一秒钟呢，走470几公尺嘛，一秒钟嘛，咻就470几公尺嘛，你看。香点起来，他们化解走偌远去啊！啊，所以咱个祖先以前吃食着熏香，迄香啊，迄、那个香云盖，因为香云砍掉了嘛，啊，一直面顶呢，回到家里来，要保庇就是祖先了啦。所以咱们囡仔呐，歹人以后恁就做，哎呀，老师，我囡仔足歹，嘿，我告诉过你，嘿，无什么一样啦。伊咧做歹，一定咱对祖先有疏忽哩啊！一定对祖先有疏忽哩啦！那唔相信，恁叫伊慢慢来想，叫伊慢慢想看看。哦，所以啊，咱祖先认真甲拜，你绝对会得到无限的华裔。好、哦，那么你拜祖先呢？初一十五，咱也有咧，上好菜饭爱拜菜甲饭。那一般拜祖先呢，有通拜几碗，咱欢喜几碗就好啊。你欢喜食就好啊，嘿！你免讲哦，我一爱几碗，你若最无爱有七碗，爱有七碗菜，一卡饭，爱过一个碗爱滴哦。佛菩萨，伊是免碗免滴，咱祖先一定爱碗爱滴啊，爱过饭食啊。吼、哦，你若无那碗免嘞，你咱祖先那是做回归原始啊，做华纳都等于啊。啊、哦！伊就无欢喜，伊绝对袂甲你受纳。啊！有一间咱一师兄，哈、啊、伊咧，哈、啊、伊拜祖先，人嘛是听经嘛，讲你拜祖先吼，咱若佛教就无爱用碗嘛，无爱用碟啊，啊菜去里边啊。伊祖先咧，伊拜祖先，伊个一工咧，中昼时伫困，啊伫困咧是坐伫困啊。他祖先讲，创文化家啊，伫甲啥？我要啥时闹好？创本甲菜底甲成，啊！你底啊成了好，吃者吼，今日敲电话起来，先不是遐拄好，我拄好伫办公室拄坐落接者，什么事啊？啊！伊讲啊，老师，我足欢喜，我今拜祖先啦，我祖先啊讲，甘咪讲，囥底下来看一见，无他食，那好，我哩无创我，无啊，无创滴哦，无啊，无饭食哦，无啊。哦，竟然呢，只创碗、创碟、创盆时啊，你拜祖先，那无我那是，因为咱祖先的祖先，因要未成佛成道，因无法多像阿弥陀佛经所讲的，到极乐世界，咱念力想要啥就有啥，想要啥有啥，哦，一粒骗三千，哦，咱啊未晓的是，咱一粒米骗哦，骗人骗三千的人，
每一粒骗三千，骗法界也骗三千呢，骗布三千呐、啊，好、哦、骗布三千呢。那哪唔对是啊？你一来比就骗三千个人呢，骗人来吃饭，看恁目睭简单个都要看，安尼尔呢？那么咱伫厝咧拜祖先呐、啊，会记哩？咱呢？你管那一直拍灰，就管那个拍灰，无吼，规颗规，那个都在练，吼，规个都在练，食袂着，你知无？吼、哦，你一直爱食个，你要拍灰吼好食，要拍灰都嗨呀。你拜山你才食嘛，对无？无你个包掉，拍大你爱有爱香，啊个落洞有一个破空者，有一个破空了，味会香味会清气，才食会着呢，无食袂着啦，阿弥陀佛啦。你是骗鬼啊！啊，骗三仙啊，骗祖先啊，迄足无礼貌的呢。哦，所以老祖啊，足重视咱对祖先的代志。那么过去，咱拢唔知影拢过去啊。好，咱啊，即下开拜祖先的啊，甲你忏悔啊，我好过去都唔知。啊，要过来呢，咱呢，做事业。咱咧做生意，要顺时啊！你哪会当伫祖先的面头前念心经，破了弥陀心经紧紧啊！啊，请佛做主，请佛菩萨做主啊！我只念心经的功德要回向给我的祖先，哈、啊！念心经的功德要回向我的祖先，东正菩提，哈、啊！你这句话甲佛祖并接，然后再转过来祖先。哈、啊，东乡历代祖先救贤七祖，哈、啊，我今日哈念这心经，哈、啊，不只破了不只心经功德会哈，恁、啊、注意听，哈、啊，注意听，哈、啊，恁这然后嘞，先那个祖先嘞，你念一遍、两遍、三遍嘞，念煞咱顶礼，哈、啊，你只祖先啊讲啊，咱只做啥生意哈，啊，咱就大家较认真斗做嘞，啊，你莫先讲哦，先讲，唔正经啊嘞，创物件要何食？目的原来就要叫我创啥？你看咱啊，做爸爸妈妈拢买安尼，啊囝啦，啊查囝啦，啊姑姑阿妈等下等下一届吼，关上风牌，你得注意啊。查囝咧，就要等下准备爱要落一挂物件，啊囝咧一定吼，啊就要等下。哈、啊，好啊，这是家你创啥你食啦，我有一些咧，我较袂记咧，爸爸。妈妈，我们来做什么好不好？对不？啊，你先吃吃吃的时候，啊，都好不好？也都好啊嘛。这是事实上嘛是安尼。你是年轻以后呢，咱做什么生意？好，咱大家认真，好，咱倒波比来倒做。咱做生意，拢做生意，倒做生意的。嘿，你认真，愈济经参呢，这经这个叫做功德好，做生意时愈。功德越大，也灵光愈强，灵光愈强，哦，这些真非常正确，而且好、哦、很好的法，啊、哦，莫怪我祖先是明白啊，因着去做神啊，是你讲做神啊俩，你也知做神，好、哦、放飞安高心嘛，我的祖先拢去做神啊，对吧？啥子放飞安高心，你知道？啊，这。狗吼，较早来食屎唔对，咱现在来食屎，啊放只屁就屁就臭臭，好恐怖，边啊电视电视放屁安高兴嘛？啊，无事实的啦，无真实的嘛，对不？啊，所以祖先呢？你要幸福幸多了，还是要靠子女，靠咱家家孙孙，咱念经的功德回向给伊外呢，咱也有发挥，咱叫请因来听经闻法，这是非常非常殊胜的。啊，咱忏悔品，咱第六，好、啊，咱再看经文哈。习大师见广少，哈、啊，黑的台湾人念嘛，三点水一个字啊，哈、啊、国文老师啊，哈、啊，是博啊，啊，自己地名哈来四方士啊哈，
士兵集山中听话，就是来到看了这个广东、广西啊，这里、个、遐、啊、地区，叫做四方士，四方四方士就四众啊，四众啊，真侪来募集山中要听话啊。于是身坐告众白，告众曰：“来，诸善之士啊，处事悉从自性中起，以一切时啊，念念自净其心，自修其行，见自己法身，见自心佛，自度自戒，使得不假道迟啊。既从远来，一会于此啊，皆共有缘呐、啊。好、啊，今可个个富贵，先为传自性五分法身香。”自性五分法身香，是受无相忏悔啊，众无畏无相忏悔，众无畏。那么我们为什么开始要讲经以前呢？大家要先顶礼诸佛三拜，啊，也就是福贵，好、啊，福贵过去的福贵一个名词，我们就跪下去，好、啊，跪下去的，啊，这是福贵。一般的福贵呢，一脚在下。好、哦，手合掌，一脚在上，跪一半叫做福跪。但是咱即摆呢，好、哦，大家较虔诚啊，全部两脚拢跪落，好、哦，也叫福跪。好、哦，我来，好、哦、来了，他这句来了，不是讲各位来，讲各位和你们的自信，和你们周围守护神，和你们的护法神，和你们冤亲债主，好、哦，真正的大法师啊。真正大法师呢，他在谈要讲道讲经以前，已经静静的先坐下。他从心里面观所有所有这法界众生，拢搞的时啊，拢搞拢做起的时啊，然后一句话来，哦来，是告诉各位你们的自信和一个无名的假我。来，一个是提醒，一个是恭请法界众生、法界圣众，所以来诸善诸事，过去拢讲善诸事尔嘛，诸位善诸事，啊，各位显地心，就是包括的你们现在当下周围的法界众生，好、啊，包括恁周围恁的祖先，包括恁的冤亲债主众等。诸善诸事，啊，四众，啊，优婆塞、优婆夷、比丘尼、比丘僧，黑龙是四方士，这、就是四众诶善诸事的对啦。啊，处事悉从自性中起啊，要谈忏悔，这里爱对自性中起，那的本性，那的本性就清净嘛，本性都没有一些坏习惯嘛。啊，自性中起，以一切时啊。任何一个时间，以一切时，哎呀，无论是白天晚上24小时，拢是任何一个时间都是一切时。啊，为什么经文经典不讲什么年某某年某某月某某日？为什么不写某某年某某月某某日呢？都、就是讲。你来设定某某年某某月某某日，你的法就有法符，法绑掉了哦，不是这个法符嘿，法的束缚，你会把法束缚掉呀。所以叫一切时啊，念念住静其心啊，好、哦，一切念念，那每个念头，一个念头一个接下来，几分几秒，我们的念头弄在转动，我们的念头都在变动。我们的念头在精进，也有在退倒退啊，在倒退，念念住静其心啊。好，那呢，一给你，好，每个念头从清净的所在来发落出来，好，念念住静其心啊，好，自修其行是自己法身，自修其行，好，自己修胜一凹，然后去实践。
咱自己修正以后歹的习惯、错误的习惯，修正以后，咱爱实行，爱去实行，爱去做，爱去实践、实行，要去做，哈、哦。所以，这自修其行，见自，迄、那个见自己法身。什么叫做法身？什么叫做法心？咱的食饭嘛是化身呢，咱的欢乐嘛化身，嘛一面是报身，啊，有化身、化身和报身。咱有化身，咱就遵照佛菩萨的妙法去做、去行、去实践的日常生活中，叫做化身。而、啊、化身呢，就是一切法。八万四千这个行为、行物、行住坐卧，八万四千种的行为，所表达在咱眼前呢，在咱周围的，迄拢是化身。报身呢，就是会哀、会哭、巴肚枵，就想要食，叫做报身。咱若无食，巴肚就艰苦，迄个报应的报，报身。咱现在身体就是报身。也是化身，也是化身。咱若有修行的人，你有在念佛的人，你就是佛的化身，也是佛的化身。啊，嘛是众生的报身，众生的报心。所以报身有真济烦恼，化身，好、哦、就是调伏，好、哦、化身呢就行菩萨道，叫做化身啊啦。所以三身一体，一体三身一体，啊、哦、三身一体，我讲是三性一体，三性一体。这个性啊，心性的性啊。有一次那师兄啊，好、哦、老师，请问三身一体，我的话无。我看下精神的这些，哦，精神的些老师啊，三生一体，我都看无什么生，我的三生是这五低五音嘛，什么生？嗯，无啊，我啊，我你敢出去做五做咩做有做高做低三生，畜生的生啊，我下畜生的生，三生一体，唔是啦，老师啊，三性。三性的性提字旁嘛，三性嘛，啊，你若写三性，感情啥？这哈哟，恍然大悟，伊讲老师啊，安尼我知啊，你不甲讲我知啊，我知啊啥？我唔是精神啊，我唔是狗啊，唔是牛，唔是猪，吼、哦，三性三性，咱所摆的三性酒类就对啦，鱼啊啦，猪肉啦，鸡啊啦，或者三性嘛，啊，三性一体。我三性啊，那么什么是三性？三性，三宝佛三性，清净性，那的性三性主性有一个清净性，一个觉性觉性，好、哦、一个什么性？啊，一个清净性嘛。一个觉性嘛，佛性啦、啊，阿弥陀是佛性嘛，所以咱有三性一体，积在咱身躯。咱修行的人，咱啊死了，骨头死个修复，毛病就是安尼，原来就是安尼来。已经修了，甲三性一体嘛，三性一体啊嘛，三性一体啦，你就出这三宝嘛，三宝佛嘛，咱就回归诶净土等下嘛。所以三性一体。非常的事情，咱今要想修行，表面你看，哎呦，恁遮坐遮听老师讲一挂讲笑谈，我告诉各位，你们周围几大丁呢？刚才我出一头话来，然后大家都来的是乌音呢。哦，要讲就进入华的真髓入面。哦，所以三性一体，三性，那叫做主性，主性。自性内底有佛性、觉性、吼、哦、清净性，咱本来咱的生命就是这三性合而为一嘛。
所以咱爱使自己见自己法身啊，法的心啊，你们表达各种行住坐卧，拢是法身啊，喜怒哀乐也是法身啊。那一般把法身表达讲解为非常殊胜诶，在空界、灵魂世界、天上世界，拢遐尼庄严的活菩萨，迄行的是啊，迄行的，我感觉水的是，迄东西也是法身的一部分呢，毋是法身的全部诶。各位，恁的辛苦所表达的都是法身的。任何时刻，一切时钟，拢是表达恁的发心的，喜怒哀乐、贫富贵贱，生老病死，拢是法身。所以咱才讲了嘞，我就因缘，我会讲我们唯心，唯心是中有法际，从十二因缘法，怎么因缘？什么因缘？生老病死嘛，喜怒哀乐。贫富贵贱，这十二种啊，都已经将我们人生的因缘全部数合成起来，是96嘛，九六圆零嘛，九六圆零，圆零，什么零？清咱的自性嘛，咱的自性嘛，都回归到咱的自性等于。所以说因缘法，咱也讲了嘞，会足长的时间，那。所以，我们是自己法身见自心佛啊，诸度诸界使得不假道持啊。我们大家休息10分钟我们再继续讲解阿弥陀佛。修见真心，老天赐福见天台，足得流芳禅机山，黄道之国。